上面那个直播点吧，直播点吧，关注他，就有我的录像。谢谢丁丁羊的两个烤鱼，谢谢啊，七七啊，烤鱼，谢谢。你说你的病有点严重，睡不着，那我要用力一点，我要用力一点。录像在直播点吧，就是那个微博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下直播点。谢谢丁丁洋洋的竹子连击，谢谢你你则守望的饭团。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所以如果还没有睡着的朋友，我只能发大招了。
现在要放大招了。谢谢火星被抓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家猫有点调皮。谢谢毒我司马的竹子，谢谢粽子欧巴尔的两个烤鱼，谢谢，谢谢啪啪啪啪竹子。下面主播要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。成语故事就是你每一个成语啊，它都有一个小故事，然后成语就通过这个小故事变成了一句四字成语。你们知道洗耳恭听吗？洗耳恭听，觉得怎么样？已经四十分了，已经四十分了。这群怎么不能通过？刚刚那个群已经满了。好多人都睡着了，是不是睡着了？有没有睡着？没人同意，帮我同意一下。谢谢小哥飞也谢福的折子。其实你不用手，你直接睡就可以了，你直接睡觉就可以了。谢谢豆豆爸的一千竹子，谢谢。
喜欢萱子的，可以加一下萱子的微博"萱子 GR2"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